是吧？这个前端扭完要把帽子掉不了，你自己轻轻碰一下就掉了。现在前端是30，后端是25，新线5毫米，然后这个用的是双层，这个外背是17，外背是17，里层就是内层这块30、25，然后这是新线，这是外背。这个是用我自己的线给它去拨扭的，我跟你说一下它的线啊，你看一下我们的线上面不是有粉末吗？它的这个线，我手拿就它的线，它的这个线啊上面是没有过粉的，在一拔的时候就会把线给拔断、拔烂，而且它这些铜丝啊，感觉铜丝太细，线皮太厚，铜丝有点细，线皮太厚了。你看我们的这个铜丝，它这个就扭不出来这种效果，你知道吧？这是它扭的。你看这个线就是它的线，它的线里面就。